大家好，我们是十年一刻。好，在这个，再一次好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十年一刻。没错，在10月10号双十节这一天呢，在我们的桃园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，有2014年 TC 的成果发表会，听见。然后在这一天呢，也会有我们十年一刻的表演哦。你听到了吗？是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要再一次吗？还是？